鸣枪出发，主办单位估计浩浩荡荡将近3万人在间歇性大风雨中不畏风雨参加这场由基隆市体育会主办，在基隆市外木山海岸举行的111年国民体育日全国万人健走大会师活动，真的令人感动。健走大会师，那这个的活动本来是在前两个礼拜，但是因为台风，所以我们延期到这一个礼拜。但是今天的风雨，可是大家还是非常踊跃。那我们非常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我们要特别感谢台湾体育总会汪辉理事长，还有我们基隆市体育会郑锦州理事长的大力的支持，还有我们的教育处各局处共同协力，以及我们各协助赞助的厂商们，那大家共同合作，我想今天虽然是下着雨，但是大家的热情跟踊跃不减，那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运动过后，因为下雨注意身体的保暖，那祝大家健康快乐。虽然延期今天下雨，可是我们外县市168台的游览车都有来，我们昨天晚上啊，我单单餐厅就跑了4、5个地方，各县市都来，而且我们这地方也非常谢谢啊，共同承办的单位，包括我们的协和电厂，而且还有我们的，尤其基隆市政府，还有三洋机车，我们把今天的活动办得非常好，而且有今年的纪念品特别好，有12人，12的绣龙族，希望大家来运动啊，中大奖，而且我们走的路线，今天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我们往年走到沙滩，我们今天在幸福驿站回转，只有3分之2的路线，所以在1个小时之内一定走得完。希望大家下雨天啊注意安全哈、哦，大家运动健康中大奖，谢谢。啊，感谢哦，上天作美了，但是大家来参与哦，热情都不减了。尤其我们理事长郑理事长的号召之下，他对体育非常专业啊。像如果企业经营的话，要专业、敬业又乐业，所以在他身上哦，都我们都看到了的。所以我跟我们理事长讲，没关系，他把体育运动把它办好，哦，他尽量去办，啊，我尽量来哦来赚钱，啊，帮忙把这个体育活动哦，把全国都带动起来，哦，感谢你们媒体哦对我们的支持。看采访，谢谢。包括立委蔡适应和多位市议员也都前来为参加的民众加油打气。那这个案子也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我首先非常感谢我们郑锦州郑理事长吼，向中央争取这一个活动。那我在跟教育部部长谈的时候，部长也很支持，所以今年把全国健走的活动，在我们基隆来举办。那也看到除了我们基隆市的市民之外，有很多外县市的好朋友，也都来到这个地方。那其实他们昨天就已经来到基隆了。那对于我想，对于基隆的整个昨天晚上在基隆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晚上。那今天来参与全国健走的游行，那虽然有点风雨，但是我想对于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少。那我也期待今天的活动都能够圆满成功。那未来CIN我们会继续来跟体育会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那虽然下雨，但是大家的热情并没有被这个雨给浇熄。那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要注意安全，因为雨势地滑哈，所以大家在健走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脚步。我们万人健走有这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来参与，真的是很感动。尤其是外县市的朋友也来到我们基隆来参加我们万人健走，希望我们的体育风气呢会越来越好。我想今天的万人健行啊，大家热情不减，虽然风雨很大，待会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来健行，来运动，我们走出健康，走出快乐。全省爱好健行的朋友来到这边哈，我想风雨深吸气呐，大叔走出我们心情的快乐跟健康哈，加油！基隆风大雨大，我们都不怕哦，一起来健走哦，来享受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精神。健走活动哈 啊来了这么多人，欢迎各县市来的这么多人，我们基隆市也是全力以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今天风雨无阻，看得真的非常感动，所有爱好健康朋友、好朋友们今天都来到这边。虽然遇到忽大忽小的风雨，来参加的民众依旧很开心，不怕风雨，健康向前行，也享受基隆外木山海岸的山海美景。它的雨特别大，就是很，对，还蛮开心。
安全是不会啦，就是希望就是活动还是圆满成功。老师有问说要不要参加，然后想说来健身，就是走路一下。我们从台中过来，那今天带了一部游览车，最主要就是来参加全国万人健走。那这个万人健走基本上我们每年都来，台中每年都会派团来，好、哦，那也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也感谢基隆市政府，这么热力鼎力来支持这一项活动，是全民健康，万人之福，谢谢。主办单位也贴心的准备各种大小摸彩奖品，包括机车、脚踏车等等，得奖的民众更是开心。恭喜站站站！对，在第一次参加这个。庄敬正夫人，这个夫人有没有在啊？那你觉得这个活动？庄敬正和庄敬正夫人在吗？前天抽到摩托车。好。对啊。张一成。好像在做梦哦。张一成在不在？好像在吧。我们中山高中的校长也是我们以前的。教育局局长一样来，那个访问你先。啊，我今天看会不会做什么？我有800个救护，800个救护团的各县市都来了。这次是第一次来，但是我们的领队是来了10年了。第一次来就中奖。对啊，非常幸运。所以像这种活动对你来讲，你会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开始非常好，对这个对大家的健康的方面都非常好。那你觉得我们基隆大家风雨无阻，值不值得推荐给大家？永不放弃，值得值得。以前我在基隆也是住了很久。希望大家。主办单位基隆市体育会感谢来自各县市喜爱健走活动的团体和民众来基隆参加这次的万能健走大会师活动，也欢迎大家利用这次机会品尝基隆道地的各项美食小吃。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